九龙华人书院的音乐教育主要分为课程部分和学生活动部分。课程部分包括中一至中三年级音乐课，以及高中的中学文凭考试 DSE 音乐课。在学生活动方面，除了有超过15种不同的乐器班之外，还有三个合唱团、三个混声合唱团、中乐团、管乐团、管弦乐团、室内弦乐小组、高级组弦乐团、三对弦乐小组、两对铜管小组和一对木管小组。我们亦都有流行音乐社，给喜欢玩乐队音乐的同学一个演出的平台。九龙华人的乐团都是由专业的音乐家指挥，参与乐团的同学往往在校的六年里面，在技术和学习态度上都有明显的成长。学校更会为表现突出和努力的同学提供海外学习、演出、比赛的机会，令到同学可以扩阔眼界，提升技术之余亦可以学习一些软技巧，比如说自理能力、时间管理和人际关系。九龙华人书院是一间耶稣会的中学，而世界各地都有很多耶稣会中学，网络非常庞大，耶稣会的中学都有共同的教育理念，大家都希望透过为学生提供各类型的学习活动，培养同学四种能力和价值观：才干、付出、同理心以及良知。在过去几年，我们先后安排同学前往不同的地方，去体验和实践这种优秀独特的教育理念，例如匈牙利李斯特音乐学院的大师班、匈牙利芬尔古拉耶稣会中学、意大利声乐大师班、新加坡歌韵东方合唱节、台湾徐汇中学、加拿大卡达苗合唱节、美国密苏拉合唱节。在接下来的一年，我们的中乐团会去到北京和日本，和近江兄弟社学校、神户乐高耶稣中学和北京的昌平第二中学进行文化交流。而管弦乐团在暑假的时候，更加会去到台湾的基隆，和当地的学校举行联合演出。而合唱团会接待来自新西兰的国立中学生合唱团，联同我们香港的浸会大学音乐系合唱团进行演出和交流。我们的学生能够有这么多见识的机会，真的要感谢毕业生一直以来的支持。在九龙华人参与乐团是不需要缴交任何费用，当遇上海外比赛或者交流，九生都会支持经济上有困难的学生，使每个同学都能够得到宝贵的学习机会，体验 Man for and with others 与人同行的精神。我们参与乐团和合唱团的学生，在六年中学音乐活动生涯里面，最大的得着是训练到集中力和追求卓越的心态。这种态度陪伴他们一生，亦能帮助同学在学业上有更高的成就。总括来讲，九龙华人书院的音乐教育是希望学生能够成为一个全面的人才，透过日常定期训练和比赛，令学生明白确立目标、认真追求的重要性，使到学生可以成为一个理想的耶稣会中学毕业生。